吃的，真的是个吃货。姐姐去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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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拿。姐姐去拿去了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了，马上就来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你这个不能一口给他喂了，咬一半就可以了，咬一半，把它卡住。我天，等不住脚手了，等不住脚手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他咬一点点，我的吗？来咬一点点就可以了啊，不能咬太多。你看嘛，他就想一口吃完。刚才就这样了。哦，拍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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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灰烟，冲冲灰烟。丑丑呗，有吃的他也高兴。那肯定了，有吃的肯定高兴。哟，那都是挥手哦，吃一口这个动作，打个娃娃呀，啊啦啦啦啦啦啦。哦哦，吃了再走。你把高粱那搞么子？抽抽抽抽到了，抽到的呀。嗯，不然我去抽他个断了，好多。啊，那吃不得嘛？勉强吃了，也把它吃了嘛，不吃了。吃不吃不得，勉强吃。他把不当天气都吃了。来，老孙儿，爸爸那个高粱吃不吃哦？我让他吃的。那个给你两块那个葡萄没吃够，那家给你苦没有，没得拿去买。明天你给他拿回去了，给他吃够他。没得啊，没得啊。以后还不给他吃呢。我爸爸去买呀。那个给他，那个莫给他吃。那个不能吃，那个吃的。你吃不？吃。关键是不给他吃，他要的嘛，他要哭的，看嘛。那个吃，那个都要吃了啊。那个不能吃哈。现在我们吃么子要避开他，要偷偷摸摸的吃，当着他面吃不行了，当着面吃还得要他了。我说了，我说了，你吃不得，宝贝哈。你那个，他愣着我。嗯，你到哪去了？哪去了？你吃不得，宝贝，吃得爸爸不给你吃了。吃不得，吃不得，我妈不吃，妈不吃，妈不吃，我也不吃了，妈不吃。都他，我把你都哭了。好，我们都不吃了，没有了。走，爸爸也不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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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对了，对了，不要了。哎，对了。要不要？又不吃了。哎，我给你看个东西哦。来。看嘛。没有。你看那啥个？你看那啥个？嗯，这是那个菜，这个放水嘛，放冰掉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吃那个。你是你哥哥还是你哥哥啊？我哥哥没当过兵。拿出来哟。不吃，今天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拿出来哟。弟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妈妈有弟弟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有弟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拿出来哟。我俩的呀。你强呀！家雕啊，孩子，你那你是五岁啊？你不觉得哥哥跟家雕长得好像吗？啊，我不用看出来。我还是没看到那天，是我那个亲戚他发给我的。我当时我说我认识那个，说那是你家的，我都大字没认。你那个那么丑家的，我不强你。我从来没看过家雕年轻时候的照片，那也是第一次看到，还是长得蛮帅的喽。家雕想起也过世好多年了。那时候没他都超得大哟。嗯，也有帮家里那个过世那么多年，你看家里那从小把我们带大，然后照片照片嘞，心里还是那个伤感。哦，这个是你们的爷爷那时候年轻的时候，因为他爷爷那时候当过兵，那长得好帅呀，从那时候可能才十八九岁了，是不是？二十多岁嘛。因为刘明怎么说呢？从小和他一岁多两岁左右哈，但是妈妈就去世了。岳父那时候小的时候也在工厂里面工作，所以他基本上也是他爷爷奶奶俩相依为命把他带大的。当时我那个亲戚给我发了个照片，我说他说这是爷爷，我那个照片看了好久，不敢相信这是我爷爷，因为我以前我没看过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。你还没见过这个照片？我哪里有见过？我也是第一次见的。那把它好好保存起来。这个要保存。哎，我把它洗出来，那个相册，洗出来去给你爸爸、你哥哥、妹妹截一张，他们哥哥都没有这个照片。这个可能是他的战友是吧？他战友。哦，刚好明明他可能他的一个朋友的爷爷也是他们的战友，他就发给我。这个照片跟我哥哥好像，我哥哥就是我爷爷。
好香。你赶紧去把它洗出来。洗出来。因为刘明他对他爷爷奶奶感情特别深，因为从小就是生意人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去逛一逛。